官网啊，就是很气愤啊，说我想你啊，这个话题，这个风该停止了吧？你这都是什么玩意啊？啊，什么我想你，我想你的。我们想想以前我们那个是什么文采，是什么文化，什么大漠孤烟直啊，长河落日圆，什么西湖南北烟波阔，风里丝黄声得烟，啊，那是何等的这个波澜壮阔啊！何等的抒发人的情怀！你现在什么玩意儿？你现在是啊？现在就是我想你啊！我要借用阿 Q 的话，就是吴妈，我想和你困觉。重庆很想你，我在上海很想你，我在杭州很想你，我在南京很想你，我在河北很想你，我在崇明很想你，我在潍坊很想你，我在苏州很想你，到处都是我很想你，是吧？下一步就是吴妈，我和你要上床，就这个。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小编是有点冒傻气，是吧？这个问题其实是不能谈的，不能谈的原因就是，吴妈，我想和你困觉，这个是没问题的，是吧？你现在你想写，什么波澜壮阔的，什么壮意的胸怀的什么直抒情怀的东西，你能行吗？你可以吗？什么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什么这个南北烟波阔，你现在能行吗？能谈这个吗？我想你，我和你上床，我困觉，这个多安全呐，这个大家也喜闻乐见。波澜壮阔的能行吗？那适合吗？前几天不有些个兄弟说，人家给那个清明节嘛，给先祖上坟嘛，好像上坟呢必须得上民政那个官网啊，得预约，你不预约你上不了这个，你没办法祭奠这个先人。那个预约出问题了，那个先人的名字都是敏感字，预约不了。